哦，白龙树呢，足无聊的，伫嘉义啊呢，伫高铁大道遮，向要等一个朋友，啊，煞唔知要去对。哎呦，一台车也无来借来骑者，无奥多麦，迄个啥，那个车子没有车载用，走路很困难。嗯，奇怪，一台车，这到底是什么物件？这个东西奇怪啦，这车主是到底在想啥呢？搁装一个胖修在这边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我感觉应该是电火啦，啊，无就哎呀可能安尼啦，哎呀可能该来只强制进气，嚯，这只红牛了，啊 ，LED。LED 改成安尼，咱来甲头开者，别死啊！甲头开哦。哎呦，你到底是要哪用？搁有电火布了。甲开落，红火打开之后，把它点下去。哎呦，真正会光，哎，好耍。这叫做摇摇啦，让同学猜这个是什么烧啊？我的概念真笑到呢！你看这个东西，哦，这个阴暗在弄的话应该是很亮哦。可惜现在是白天呢，那个头发动起来。哦，伊这个会当调均衡灯，可以这样子动，真赞！哎呦，这只那八六了，暗时，嘿，真有个性化的改装呢。好了，机车随手拍，咱去边啊，紧走。